三个技术女陪说带我吃鸡，结果随便进了一个队伍。Hello， 老板好。要陪玩吗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要不要点陪玩？哥哥点陪玩呀。三个妹妹带你闯关。你们是技术陪、娱乐陪啊？技术必须是技术，嘎嘎猛。不是那个技术陪，怎么这个段位才黄金啊？打小号的哥。哦，包吃鸡吗？必须包吃鸡，好吧？那这样吧，可以先体验一把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。放心哈，不会骗的。看我这有钱，你看皮肤就知道，不缺不缺。开吧。OK， 试一把 okay, 试一把。哎，95方向、100方向有一对。没事，直接进来我吗？没事，是个盒子。你就躲好就好。你躲好就行。我只需要躲好吗？随手拿捏。是的。OK。哎，我前面有人。两个，哎，不是，你们三个站在这里干嘛呀？我们贴身保护你啊！我们保护你啊，老板。不是，前面有人，你保护我干嘛？你去打呀，你们三个，你保护我。那你在这待好啊。那技术陪吗？就往上。不是技术陪吗？我的天！去打呀，你们！马上。来了！这拿手枪那个，拿手！哎，我的天哪！演员儿，王卡了哥！别发呆，看我造型谁哇塞！哎 ，bro， 快过来，把保险柜给打开。嗯哼，撒钱，撒的都是美元，我删的我。六哥，救救我！摸一摸，哥哥摸一摸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技术陪。网卡了。